年味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？画漫画一直是我的梦想。一个人在外，总是报喜不报忧。其实我们也不求什么，就是希望你能健康快乐。年味对我来说，其实是一份新的责任。预备，开始。让我去陪伴我的家人，然后为他们付出更多。